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研究院的这个现场啊，中国研究院啊，不是美国研究院啊。虽然我们研究了很多美国问题，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中国问题。这个王岐山的最亲密的战友啊，从他从广州开始啊，打到北京，从北京又打到海南，从海口又打到北京市，然后又进入中南海。他居然被抓了，这个到底是什么事儿？我现在还没有醒过神出来。那么这个我们的陈小龙博士是很熟悉王岐山啊，也熟悉中南海的这些人的这个动向。您觉得这个是怎么回事？难道要真的发生一个什么事儿了？我还先就这个事儿，就是这个被抓的董红，先就人说人哈，因为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中纪委没公开，只是中纪委是今天，就北京时间的今天发布消息，以北中纪京委时间的星期几啊？我们今天已经十关月注二有点模号，糊十月啊，二十月号。二号，OK，十月二号，OK，好，谢谢。是中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发的消息，说是这个董红，原来的中共中央巡视组副部级巡视专员，严重违纪违法，正在中央纪委、国家纪委这个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就是说他有党纪问题，也有行政的方面的这个监察的调查。哎呀！这位董红正好和我又是校友，而且他跟叫我，人大的，对，只隔一级，我是七八级，他是七九级的。他呢，我查了一下，确实我们这个七八级的所有那个同届同学里没有他。那么他，我是倒着查，他是83年毕业的，也就是说他应该是七九级入校的。他是去的党史系。那么毕业以后呢，他就直接就进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担任了薄一波当时的中顾委的常务副主任。实际上，中顾委当时主任是陈云，薄一波就是中顾委的二把手。那么他能派去给薄一波当秘书，应该讲他是干部子弟，但是具体情况不详。然后他在担任薄一波秘书期间，又花了2年，就紧接着，实际上是他当着薄一波的秘书的同时，他又到人大经济系去念硕士去，就一边拿着薪水一边念硕士，然后呢就取得人大经济系的硕士学位，然后呢这个以后就在这个中顾委研究室担任先是副主任。那么从他的这个任职经历看，他应该是蛮受照顾的。1992年10月，中顾委在中共十四大上宣布奉命撤销，那么同时，这个董红就调到广东省的佛山市任市长助理。1998年时候呢，先后是担任广东省发展研究中心的副主任、主任。那么王岐山2000年到广东任职，董红就改任王岐山的大秘了。所以被后来就这么一路跟着王岐山，所以被称为王岐山的大秘和大管家。他是一路跟着王岐山，所以先后是王岐山调职，他也跟着调职，所以他先后任过广东省政府副秘书长，任过国务院体改办办公室产业司司长。他这个司的副司长正好也是我的同届的同学，还很熟，私交不错，叫蒋越，原来也是这个司的。然后，董红还任过海南省委副秘书长，那是王岐山调到管海南的时候。以后呢，北京市他又董红还任过北京市市政府的副秘书长，这是王岐山在北京市任职的时候。然后，2006年是升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就副部级。那么以后，王岐山再出任中纪委书记，董红就担任中纪委的巡视组组长。2017年7月，曾经以中央巡视组组长、中央办公厅调研室五组组长的身份，和王岐山还有当时的中纪委秘书长杨小超，这个在纪检方面很活跃。
我特别想查一下董宏的个人背景。原来百度百科上是专门有介绍的，可是我以前没想到要去查这个人。等到想查了，我刚才今天一查，发现嘿，百度删掉了。那么有人说呢，是因为内容涉及到王岐山，因此删掉。但是我觉得董宏的问题啊，不见得是与王岐山有关。因为他早就不再是王岐山的大秘了，因为他已经独立工作了，而且王岐山不再过问中纪委的工作也有2年了。但是呢，中纪委的骨干王岐山的昔日亲信，部这个昔日的部属这样落马，说明呢，这个有2种可能性：一种是王岐山自己同意要惩处这个昔日部属，就是说这个人做事是确实够糟的，王岐山说，那中纪委的人咱们也得处罚，所以哪怕是我的大秘，你们别留情，别留神，这个不要看我的面子。那么他要这么说，自然就会惩处。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其他的势力打击中纪委和王岐山，借中纪委的手或者举报啊什么之类的，在中共今天的官场上，要编举报材料不难。要递举报材料也不难，唯一难的是，你递完了以后，你得真名实姓，不能匿名姓。匿名姓的话，还是需要查实的，查实也还要找这个真正的证人。那么这样的话，证人必须是官场的，那么他就把自己的仕途给堵上、压上去了，就是你就不知道以后哪儿飞了一根棒子，一棍子敲到脑袋上就玩完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说2种可能性都没办法排除，但是现在还真的就没有一点其他的线索来判断说究竟是什么原因。也许这事儿就这么阴干了，以后就没有原因，总是不讨论。谢谢您提供了很多的细节啊，郑志光先生在这方面追踪的也应该是很仔细，对不对？您觉得跟王岐山没有关系吗？您判断起来主观判断，或者是您得到的信息？我觉得这个做个主观判断吧。第一个来讲呢，说明王岐山罩不住了，因为他担任这个海南省副秘书长、广东省秘书长、副秘书长、北京市副秘书长，那应该就是王岐山很欣赏的人啊，不会说突然王岐山就不喜欢他了，这个很难，因为，王岐山也退居不能说退居二线了，啊，也从中纪委撤开了，那不排除有人要，这个拿董宏来查王岐山，那这个有人是谁？我想在中国只能有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否则的话，谁敢去动那个王岐山的红人呢？太难了，而且这个董宏看样子根基也是不浅的，根基也是不浅的。啊，那我们要脑洞大开的话，那就说过去的话，一直有人给王岐山配了一个钉子，那现在王岐山去拔钉子，我觉得这个不做这个推想，不做这个推想，也没有意义。所以我想，这个从任志强被重判到董宏被审查，都说明王岐山是大势已去，不仅是大势已去，而且，可能还有人真的是要，敲山震虎，啊，要敲山震虎。我觉得这事儿，符号意义很清晰，很清晰。具体的内容，那个中南海那么深，我们是看不见，只能是做一个推测。好，李洪清先生。我更好像这个想法更跟那个徐光的更接近，因还为有你这呢，个左右摇摆的性格，通过几期节目里很清楚。一季跟这个陈小龙不是很接近，一季又跟郑志光很接近，不他错，们跟不我给差不我多。钱，要给我钱，你谁给钱多我就跟谁好。但啊，是我他们知也道从这。来不给我，你这事儿，你这个，彭青这是表达方式的问题，他这个人比较谦逊。
没有，你看，不，刚才啊，那个，我觉得是这样，大家别忘了，在当年王岐山炙手可热的时候，他做中纪委书记的时候，那个时候打虎将嘛，而且那个时候的打虎将已经不是将了，他是大帅啊，所以那时候已经出现了像习王体制这种话都喊出来了。在那个时候，李克强还是有一点点权力的，现在李克强一点权力都没有了，现在已经变成了这个一尊完全独揽朝纲了。所以但是你别忘了，在当时打虎的时候有一个标准性动作，就是打掉一头老虎就放一个中纪委的干将，或者是放一个王岐山的手下干将，就到那个地方去替代这个老虎的位置。所以在打虎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中纪委已经出来了大量的人，都安插在中高这个级别上的这个位置，卡位战，实际上中纪委呢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王岐山呢也是一个就是拳斗的高手，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说王岐山呢已经夹带了很多的私货，已经下去了。在如果说习和王是穿一条裤子的时候，那没得说，你王岐山的人就是习的人。但是习和王如果出现了耻辱，或者是习认为王对他有一定的威胁的时候，那自然会不会感觉到习王的人就是他的人，而且他也用不动，所以这个就留下了很多的祸根。那这次呢，像这个董洪这个这么重要的一个王岐山的这个队伍当中的阵营当中的这么重要的一个角色，哎，最后弄出来呢，就是为了我感觉就是为了敲山震虎。虽然王岐山现在是使尽隐忍，能够不出来，能够不显山显水，能够不做事就不做事，但是呢，别人忘不了他，是吧？一个别人忘不了他，另外呢，一尊更忘不了他。睡在他身边的这么一个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随时都可能出来。为什么？你看治理经济危机的时候，那个金融危机的时候，协助朱镕基，然后呢，这个治理这个公共卫生安全出现问题的时候，就是正好这个临危受命去做北京市市长，治了 SARS。 所以这些地方呢，全都是一尊现在的自己的最弱的地方，他手下的这些人没一个能够盯得上王岐山的这个位置，所以呢，他现在就是非常的难受。那他自己又感觉到了这个党内的这么多的不稳的因素，马上又要开这个五中全会，在这些时候拿王岐山的这个势力呢要进行一些整肃，他这个动作呢我觉得一点都不奇怪，而且这个动作跟王岐山整肃那些大老虎们是一样的，就叫什么剪群边，对吧？你看从他边上开始剪，那你看再剪几把，估计就剪到了现在这个任志强跟王岐山有关系被剪掉了，是吧？判你一下判18年，这个董洪再拿掉了，这个你一直你的大秘，一直知道你的恨不得王岐山的私生活都知道，对吧？他一直他大秘啊，从刚才这个何总也讲了，从广东一直跟到北京，又跟到海南，然后再回北京，再进中南海，像这么一个过程，他始终是王岐山的大秘。那你想他无话不说，那你想连这么一个人他都可以动，所以我觉得哈，这个是要对王岐山下手，而且王岐山现在呢是使劲的往后站，包括前两天的这个去这个人民英雄纪念碑献花圈啊，给王岐山镜头，然后这连着几次都是这种礼节性的这种活动给王岐山镜头。但是你再看政治生活当中，王岐山已经离开政治生活了，我相信这一定是王岐山的主动为之，就是告老了，我现在不行了，你不要再弄我了，你让我安安稳稳的过去，你别再收拾我周围的，我原来底下的，我安插的那些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王岐山就算没事了。但是我想应该做不到，因为按照习近平过去所做的这些，他肯定是所谓的除恶务尽，我只要是得罪了你，我把你得罪死。所以我想呢，这个王岐山呢再躲，最后也躲不过。
那尤其是现在呢，这个党内，我猜党内呢现在应该是这个斗争呢已经白热化的一个状态。否则的话，五中全会，这可能就是一个可能的一个要一部分人要摊牌了。现在至少李克强要摊牌了，对吧？那如果王岐山在一块摊，那热闹的多。我觉得这个属于符合这个何总你的要求，那这就是不嫌事儿大，咱们都是看热闹的。不是不嫌事大，我也认为中国的变局最好的变局就是党内开始啊，党内开始，党内搞不了民主，但是党内可以搞斗争，对吧？那么这个只有斗争才有可能把政治集合。不过呢，这个陶杰先生在这个节目中间啊，他很谦虚，哎呀，他说我不了解你们中国大陆这些政治的猫腻，那他只能泛泛的讲一下，他说我讲一讲啊，这个二把手的文化在中国的这个传统里面啊，为什么二把手总是最危险的？哎，在美国不存在这个问题，所以他讲了半天，请大家听听啊，陶杰先生的说法。今天的中国政治上发生的一切，使我们就算是很难理解，像昨天。啊，就是星期五吧，在中国出现了一条小小的消息。这条小小的消息，一般不了解中国内情的人也就算了，但是如果了解中国政治内情的人，大吃一惊。这就是一位副部级的官员啊被抓了。副部级的官员现在不要说副部级，正部级大家都不关心，但是这个副部级可不是一般的政府。这个副部级，他不仅是中央巡视组的副组长，他也不仅是担任过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这么一个副部级干部，更重要的是，他在当福州市长助理的时候，他被一个人被人引荐了，啊，被引荐成为了王岐山的大秘书，因为跟着王岐山从广东到发改委，发改委主任王岐山，然后到海南省委书记。王岐山他也是跟多王岐山，然后王岐山进入北京市当市长，当年的杀死事件的时候，他也是呢这个王岐山的大秘书，然后再跟多王岐山成为副总理，成为这个中纪委书记，这样一个人物，没有一个政治上的人物比董红这个被抓的人更接近王岐山了，也可以说得到王岐山的信任，但是他居然被抓了。这个消息昨天是不是被川普总统这个消息给压过去了？香港媒体被登了。我们现在香港啊，或者海外啊，都关注这个川普先生的健康问题，是不是啊？这个是影响人类世界举足轻重的。至于中国大陆又抓了个什么官呢？像何总刚才说啊，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听你的演绎，就等于就是敲山震虎了，是不是啊？啊，我马上就想到的就是当年呢、啊，这个文革时代，这个江青要抓周恩来的一个，好像是一个秘书，这个秘书跟周恩来跟了几十年，周恩来很不舍得，那么邓颖超就跟周恩来说，这个我们马上得要这个秘书啊，把他交给毛主席，啊，周恩来看到也没办法。结果也得交啊，是不是？这叫敲山震虎，是不是？啊，像何总刚才说的这个，我是第一次听到，但是想到中国的国情啊，你毛泽东要动刘少奇以前，就先动这个彭罗陆杨、彭真、罗瑞卿、这个陆定一啊、杨尚昆，把这个外围几个给搞掉啊，是不是会有这个意思呢？还是有点巧合呢？还是和平先生您讲的立位确实是有经济上贪污犯罪啊，这所谓的把柄呢，是不是啊？这个拉帮结派啊，啊，这个党内有党啊，啊，这个也是老生常谈了 啊。这个毛主席写过一篇著作叫《反对自由主义》，这里头就第一条说，因为是熟人、同乡、同学、老朋友啊、知心朋友、亲爱者、老同事、老部下啊，明知不对，少说回家啊，这是不对的。毛主席这个
反对自由主义，早就在延安时代就看得出这种老同事老部下是会容易得到包庇的啊。所以呢啊，不管是中国大陆，我劝您这个何总啊，您办这个民进呢、啊、也得留意一下您的助理啊秘书啊啊，管这个电视台手脚干不干净啊，有没有打着你和平啊这个名义在纽约去拉广告啊，拉了以后又把明明的拉了1000块啊，他就说600块，那400块就进了自己口袋、啊、会不会这样呢？啊啊，我不是挑拨离间啊，挑拨没关系，挑拨好玩，挑拨，哎，你挑拨。我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挑拨离间，这么然后你这个助理秘书啊啊就危险了。就把我陶杰当仇人了，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就是马上就很巧合的就想到，是吧？因为这种毛手毛脚的作风啊，在海外华人社会是屡见不鲜，这可以说是一种国情，也是一种民族性，是不是？嗯，啊，哪里有钱？奇怪，哎，奇怪，是我都不懂，我不懂。不是你，比如说我们讲怕。川普与彭斯他们两个人不可能没有矛盾吧，他们也不可能所有的观点都一样吧，但是呢川普不会还你的，我也把彭斯搞掉，恰恰相反，如果川普总统有问题，他还得把权力交给这个副总统。那么为什么中国人老是认为呢，这个伴君如伴虎啊，最不能当的就是老二，老二有那么严重吗？我就不理解。你像在美国，像我们公司那非常简单，财务问题完全是会计师处理，法律问题完全是律师处理，公司的行政人事部门集团根本不介入的，包括我都不介入，对不对？因为你要去介入的话，你必须有个特殊的理由。所以他整个公司的能力和美国国家认主也是一样的，他有一定专业的规范。这个是不是跟中国人不讲究专业精神？中国人只有一个笼统的概念叫知识分子，他并不尊重一个专业的规范，是不是跟这个有关？他没有标准，对吧？这个举月怀而吉啊，像你何总本来是中国湖南人，但是移植到了这个纽约的哈德逊河畔啊，你这个橘子啊就会结出很漂亮的果实，但是换的一个水土啊啊，李和平你不要今天说的这么坏啊，把你移植回长江以南啊，你照样搞个什么电视企业，你照样每天在疑神疑鬼，因为那个不是美国，是不是？那个叫3000年历史的水土啊，就会出这种，种出这种个东西。所以什么什么当二把手最危险啦、啊，什么伴君如伴虎啊，在我的眼中，这就全完全是垃圾。中国人呢，这一辈子啊。如果你得到权力能够爬上去，是不是科举考试就算是尖子了？你尖子你爬到什么宰相那个位置，一天24小时，人家美国就利用这个12小时好好的办公，把事情做好。但是中国的宰相不是，他把这个12小时至少得8小时啊，前船怕贼的，后船怕鬼，怕什么功高震主啊啊，怕什么这个宦官外戚打小报告啊啊，我干活太卖力了，又会不会就是啊就引起啊这个朝中那个文武将相的这个拥戴啊，然后皇上就不高兴啊，如果我不干活，那我又算不算怠政懒政啊？中国人这种把一生呢浪费很多光阴在猜想你这个上头怎么看我，或者我在提防我的老婆，我这个小姨子跟这个老婆的弟弟，这个我的小舅子怎么勾结啊，来讨我的钱。这个一生的精力有80%是用在防人，而且防自己人呢这个身上啊。所以中国人如果能挣那些钱，当了官到最后总是想把老婆孩子送到这个自由神像啊那个地方啊，是不是？也不是没道理，是不是？所谓这个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
这个我完全了解，因为每一个人都是两面人，每一个都是两面人。对，啊，国内来的朋友就是中国来的朋友，因为我们在海外太多年了，30年了，我们就不知不觉的自己头脑变得很简单。你看，刚刚从中国来的朋友就说：“哎呀，跟我讲的那些事情，我们越来越不能理解了。”也就是说，美国人为什么简单，就是因为美国人有边界、有信念的程度啊。哎，中国是一个没有边界的事情，它没有标准。啊，我觉得没有专业标准是最可怕的。啊，每一个，比如说你公司的财务的事情，一定要老板去管。你老板怎么会掌握财务呢？财务是一个很专业的一个事情，它不仅是一个算账的问题，它更重要的是怎么跟税务局打交道，对不对？怎么样跟公司的员工发薪水是符合美国的这个法律标准，这都是有标准的。你老板未必懂这个标准了，你必须要专业人才啊，对不对？那你用了专业人才，你出错误的几率就大幅度下降了嘛。所以我恭喜你何总啊，嗯，你现在啊已经这个血液思想细胞都美国化了。要是你现在容许你回你本来来自的那个国家，你没办法生存的。我不会回去了，是不是？我不会了。啊，恭喜你啊，这是你的决定。这辈子都不会回去了。哎呀，你一回去啊，你就有，我怕你没有那种免疫力啊，是不是啊？啊，所以这个，哎，所以我说能出来就不要指望回去，是不是？对啊，回去有什么要发财啊？这个那个，你发财你要付出代价的，不要发财，宁愿留在美国，是不是？不够钱呢，就叫这个华人观众啊，这个给点钱喝个咖啡，打打赏啊，10元8块凑合着，至少你有安全感，也就活过去了。是不是啊？是，何必要当什么上市公司主席？你查起来，你这个账目有没有走私漏税啊？对啊，有没有违反这个外汇管制条例啊？对啊，你2013年6月17号啊，那笔美金10万块，你怎么汇出来的啊？是不是？嗯，担惊受怕，是不是？对啊，所以呢，美国、就是、你有这么样，而美国不错的，很好的。美国是30年没有政府部门的找过我们一点麻烦，没有，有没有的查税，没有的查这个那个，更没有人说你们哪篇报道有问题，对总统不尊敬了、啊、对这个州长不尊敬了、啊、跟市长不客气了，一个都没有。我们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你喜欢川普也可以，你不喜欢川普也可以，无所谓。啊，当然有人说美国有枪啊，你怕不怕一出去被那些黑鬼啊暴动就枪把你奔了、啊我知道您讲海鬼的意思是广东话的一个亲哥的称呼。哎，我发现把香港人这么喜欢叫别人是鬼，我们开始不习惯。我说你们怎么叫别人是鬼呢？哎呀，他问我们叫鬼佬，鬼佬是我们的一个习惯性的用语，不是像你们讲的那等歧视的意思。我们广东文化有我们广东文化的特色，叫黑鬼不等于是歧视。为什么呢？广东话的语言很古老，可以上溯到南宋、宋朝。好了，我问你，宋代的时候有一本传奇叫《水浒传》，是不是？嗯、对，《水浒传》呢，当然不是宋朝写的，但是呢，《水浒传》108好汉呢、啊，这里头全是用他们的生理特征的缺陷来起外号的。嗯、比方讲，有个叫赤发鬼刘唐，矮脚虎王英，啊。这个是长得矮，而且黑旋风李逵长得黑，头发长得红啊，然后呢长这个矮个子，都被人用来当这个外号。这个外号不是用来歧视他的，而是认同你是咱们108年个好汉的大家庭的一份子。这是我们广东人啊，所以这广东话跟宋朝的这个中原的这个古音呢、啊，是完全是一样的啊。所以当我叫他是黑鬼某某啊，黑鬼是不是说病是跟他亲热，是不是、啊、就等于我再举个例，北方人一样，毛泽东管刘瑞卿什么叫罗肠子，罗肠子就个子长得高，个子长，所以叫他罗肠子。所以中国人有时候称呼对方，为了直接，为了易懂，
就往往称呼他的这个生理的特征，这并不是说我歧视他，是吧？所以这个唐人街里头啊，这个那个黑鬼来了，你去招呼他，并不是说这个黑人是低人一等，而是他有这个特征，啊，看到没有？就是他，啊，这就叫多元文化，是不是？啊，当然我要是说英文的时候，我不会这样说，我说英语的时候，我就调整，我就把自己的心态调整成洋人。对不起啊，这我这话又说的又得罪了。但是我说广东话的时候，我就地道的广东人，是不是？嗯啊，所以这个莫名其妙。所以我跟唐人街里头的人说，你不用怕说把这个黑鬼啊视为一个这个忌讳，是不是？啊，黑鬼啊，白鬼啊，啊，哎，这像比方讲，我要还要报告一个。香港有一家是喝凉茶的，凉茶啊，就是那些就是中草药啊冲成的茶，就叫丹眼老羊凉茶。你们大家去 Google， 丹眼就是一只眼睛，丹眼老凉茶几十年历史啊，这个大招牌。为什么开这个凉茶店的那个人呢，瞎了一只眼睛，所以啊，这个街坊就说：“丹眼老过来给我冲个凉茶，来来来来来，他这个眼睛就半眯缝的就给你冲了，所以叫丹眼老凉茶。这个丹眼老啊，后来成了富翁啊，因为他这个凉茶卖的远近驰名，啊，没有听说过对这个瞎了一只眼睛的人呢、啊，啊，就说对这个啊，说对他歧视的，是不是？啊，所以我刚才这句话。”你一刚才这番话你一句不要讲，照样在美国你们视频上播。如果有人投诉啊，你叫他投诉，叫美国的入境处把我给他妈的上黑名单，就说我是种族主义者，别让我入境，好不好？啊，我不怕啊。现在有一个人呐、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人，他只要是啊，谁接到陶先生的节目，他就写一大段的话来骂陶先生，啊，原来挑拨、啊，哎呀，这个很好玩啊，不管他是有意和无意。刚才我说的话，你把它完完整整翻译，就寄给那个你们纽约什么警察局，好不好？寄啊，好啊，啊，我有内线，我明年我照样来纽约啊，我把你气死。是不是开玩笑？哎呀，夏虫不可语语冰，知道吗？嗯，好，